欢迎收看本期的阿喵聊聊鱼。迪丽热巴和黄景瑜自从合作了一部剧之后，便频频传出恋情绯闻。近日又有网友发现，早在长歌行剧组两人就共用同一个保镖，该网友找到了一组长歌行的路透照，热巴身后有一位身穿黑色短袖的保镖大哥，留着寸头，小眼睛圆脸，身材魁梧。该保镖大哥不止一次出现在热巴身边，在后来拍摄《你是我的荣耀》期间，该保镖也多次陪伴在热巴身边。更巧的是，这位大哥还是黄景瑜的贴身保镖。大部分网友直言，这不是巧合，而是爱情，两人的恋情在天时垂。其实两人在年龄和外形上是十分般配的，热巴是新疆美女，颜值一流，身材玲珑有致，婀娜性感。她曾在快乐大本营透露过保养秘籍，经常会吃一些椰干谷，在淘宝就有，学她尝试3周，小肚子都没了。热巴和黄景瑜在2019年年底合作的爱情剧《幸福触手可及》，虽然这部剧挺糊的，但两人无论是在剧中还是在戏外都发了不少糖，从情侣项链、手机壳到同一私家车、保镖，到屡次亲密合体同台。热巴和黄景瑜一直都疯狂涌现着粉色爱心气泡，然而面对以上种种，两位当事人却一直都没有现身回应。那么你觉得他们恋爱了吗？阿喵觉得爱情来了挡也挡不住，真的在一起就一起祝福。